文贤出代志迄天，你出现伫伊办公室，应该是总工去的吼，是毋是？要去替恁翁消灭一寡对伊不利的证据。爸，我是恁查某囝呢，我敢有遐尼多？假使讲我要做这款代志，我哪有可能不知影你这是气啊？嘉良迄时就打电话给我，讲文贤发生意外出车祸，是因为伊发现迄个相片啊，是伊亲生查某囝的证据。我就足生气的。生气，我看袂出来呢。恁小弟发生遐尼大的代志，你竟然先去处理我证？不是，我是去公司接子婷，去到公司后，我愈想愈唔对。我才会去文贤办公室开电脑。假使讲，若真正有相片的证据，我袂当让伊流出去，我袂当让你知影啊！你若存办要维护张家良哦，我无你的法。爸，你把所有罪名、所有责任都放在家良身上，到底是为虾米？先生，我感觉你把所有罪名放在嘉良身上，是要让你行为更合理。无怪，迄天我想要回来陪你，我煞看到高志宏的翁某伫个车。爸，你敢知影？我听到你要让高志宏做万代总经理。我有偌伤心，我承认，我感觉不好，我感觉委屈。啊，不过不是因为你要把万代交予一个外人，无要让我找查某囝。我不好，我委屈，是因为我的爸爸竟然无信任我，对伊上需要支持。伊上需要一个人挖苦的时阵，迄个人竟然不是我。你捌听过瓦家墙搭厝顶？什么意思？我若挖苦你，我会死。真正想袂到，咱爸仔囝竟然行到这步。刚才你讲我是你的小公主，现在的我竟然不如一个外人。我敢用个目睭金金看我的小公主，或是个奸鬼骗去？人坎唔行，鬼坎苦苦地。你敢知影我这个做老爸心有偌痛？我失去一个后生，一个媳妇，查某囝阁无大生，即马我伤心痛隐隐，你查某孙阿阁倒伫病院内面，啥物拢唔知影。谁歹听？我听啦！我即马干那存云云，我要好好守护云云。等伊若清醒，我就要将我辛辛苦苦拼出万代交予伊，绝对无可能交予你张家良。我即个决定哦，绝对无差错。坐啦。
免啊，惠弟，我只是你泡出去的水。我对文玲是不是太过严，要求太过多，说不定讲伊是一个查某囡仔。我欠伊一份做爸爸的关心甲留念。是无，家吼，就是你细汉时上爱来的所在啦。当年迄当阵无即马遮尼水啦，迄当阵都规身啊用岩土空起来雕像，啊甲一挂花花草草。你吼，看我安尼，逐工若无闲耍吼，啊就伫查查空要来遮佚佗啦。啊，我买有文贤地。我的爸感觉属于我一个人。哦，你连耍这仙女棒吼，都家己一个安尼泥条条，拢无要跟人耍。是讲后来你去泰国，爸爸想想的，把这四个位啊总甲买个，啊三不五时啊，我就来这行行看看，迄袂输干啦。我一个美丽的小公主，不管是拢在陪伴我同款啦。你为着我，卡车买落来。当然，我嘛希望讲，不管什么时阵，我的查某囝若想要回来行行看看，一定会记得这个所在哦，也搁伫。这就是跟他爸爸永远拢在等伊同款。即马唔知愿意甲做位圣仙女伴无？卖过等于太高啊！其实我本来就想要找一个专业的经理人去泰国接客，生活只想回来啊，所以你就留在这，留在爸爸的身躯边啊。感谢谢。哦，敢讲你无愿意，还是还佫甲爸爸你过去哦？无啊，我一定拢想要留在爸身边啊。安尼就好啦。老副总的吼，家己一个要大难万代的当大吼，实在不是安尼简单啦。啊，所以你也等下到看，老副总嘛是爱听你话的嘛。爸，你别话这种经历啊。这多年来，你拢在泰国。所以总公司的代志，你较无遐尼了解啦。我看你承接云云的亏，啊，反正老副总都爱听你的交代嘛。你嘛等于是公司上大的。但云云的情形，若较稳定落来，公司就会召开股东会议啦。要来决定文贤走以后，公司要阁继续进行的计划，还是讲到这当阵，你还阁甲爸爸计较安尼一清二楚？爸，你和我回来台湾。
我也就欢喜了。你等我等到你晚，我喊你阿爸给，你今天是不是怎样结果？干了一支红酒，算是要白给。大理石蛋糕，累了。无啦，我走过了景点，我总算找到适合材料，好这个大理石蛋糕的口味，会当适合一支红酒。你若是伫咧办在无头路，为了出一寡钱开一间店，互你卖蛋糕，你早滴袂要死。都算我咧出钱，都算我要死，我不会卖蛋糕，因为大理石蛋糕，我干那为你一个人做，干那做互你食。我不应该让你去找爸说一些有的没的，后来我冷静下来，我越想越不对，爸现在心情还没恢复，我就叫你去找他讲公事，万一爸来生气让你拍面色看，我就很抱歉了。假使因为这样让你爸的感情失控，我真的是罪恶深重。所以这个蛋糕是你一搞回事的啊？俺国家人，你敢知我为着你，早就已经跟我厝内人拍歹感情啊？我知影，所以我用我一世人替你弥补这份感情，我一定要好好报答你。我把你抱到我，我只要你爱我。我爱你。我也爱你。爸爸做副总，爸爸长期代替运营为敌，这次你帮我老弄啊。虽然讲这不是上好结果，但我至少咱阁有机会会当替爸甲万代还好债。你袂歹啊，我是要为敌。只要会当替爸减轻负担，莫让伊熬操烦，爱多啊。